锵锵三人行，哎呀，王老师还能在我们这儿教育我们，真好。别这么说，咱互相，咱都是被人串了口的，串了口的。谁哪有语言、谁也不可能自个儿说自己一套话，没人听得懂，嗯，对吗？就是那个，所以你看历史上，我们中国过去日本话里有一种叫印度还是训读，全是北全是中国口音，对，江浙话，没错。你比如谦卑，对，料理，对，你都瞎。我学过点日语，然后那个，可是咱们日本反哺过咱们，有那种文章吗？我们近代的好多词儿，科学、干部、哲学，全是日语，所以这个日本说咱们同文同种，排除他当年侵略我们，说我们那种国耻感之外，那是对的。这个汉语圈，你看越南话里70%是汉语，没错。我到韩国去，人说苏书记跟我聊说，我说。弄韩国，他听懂了。韩国共产党，他都是一个发音，跟广东人似的。特别像征服，嗯，他韩国话也是跟汉语是一回事。所以我就觉得这语言呢，它只能有中心，但它不能有什么个规范标准，这些都不是个事儿。对，有好多缺心眼的语文，中学语文还给人挑刺儿呢。嗯，你看他们敢给我挑吗？嗯，不过语言的确是不需要有一个太强的规范。我觉得政府的公文要规范。是吧？文件要规范，法律用对法律用文件要规范。规范民间，我文学小说，你让我规范什么呀？对，而且实际上，你看我在广东电台工作过，我就发现呢，那没法弄。你不能在北京想着全都给我字正腔圆了。对，他你自然像我这北方人到广东，我自然就要减少儿化音，要不人家听不懂你这个。它是会一个自然的过程。在青岛的时候，那广播电台就去开传到一个小岛石岛，就是当年。那个那个市岛人民广播电台冒讲又错了市岛人民广播站它交通话嘛、对那你让他说北京口你讲但我觉得这很好因为我觉得有时候啊去研究一下这种语言它流变的历史啊比如说我们说话的腔调的变化你看到的就是整个的文化的这个混杂的历史那你就看到没有什么所谓纯正不纯正这回事儿所以呢文化这个东西啊我觉得不能够强求一个什么东西我比较不喜欢的就是你要追究一个文化所谓的本源是什么它有没有什么不变的系统它的根本在哪里其实没有它就一直在换一直在变你比如说像刚刚你讲日本怎么样去影响了现代中国其实何止影响语言它还影响了一个世界观对因为中国人的过去的世界观里面比如说我最喜欢讲的一点是什么比如说讲中华文化我们说哎，中国的本质什么就在文化里面就连文化这个概念这个词过去的中国都没有是嗯，你回头看看过去中国历史上面你看明朝有没有人写过文化这个东西没有什么叫文化文化我们今天讲文化可能说、哦、你的艺术你的建筑你的音乐你的文学但过去这些东西中国人是不会把它放在一个范畴叫做文化所以连文化这个概念这种看世界的方法这种范畴我们都是现代才学会是透过日本人在我们实际上是向日本学习的在近代对对你知道咱吹牛最大一吹牛是什么吗嗯就是长城长城最近不是新的七大古迹吗咱们一直不认为那是古代七大奇迹吗嗯新的里头有金字塔咱中央台自己播的。在新七大我们在投让大家鼓励大家投票把长城选进去。嗯在新的七大奇迹里只有一个是古代七大奇迹是金字塔。嗯啊人家是5000年前修的您是400年前修的明长城。明长城。您怎么可能是古代的七大奇迹呢人家把砖码的长那叫奇迹呀。他古代奇迹有亚历山大那个灯塔是吧、嗯、哪有耶稣像巴比伦骷髅花那是建筑上你必须有特点的对是他最近说的话到我正好有一遭遇就是我又去了台北故宫嘛、嗯、很快这春节我又去了北京这个故宫、嗯、我一去我就想起他说的那个就是说呀你别以为中华文化就是现在那辫子戏大红大紫是实际上现在北京故宫啊重新翻修了一去啊我有点不适应你知道吗
我一看完全新地主家唱戏似的，跟戏台似的，新奇奇修的是炕。但是后来我一想啊，他当时新的时候就是这样啊。对，然后你在这个台湾这个故宫看到这个北宋的文物，什么汝窑这些展览，你想，哎呀，这种雨过天青云破处，它是那么一种美感不一样。所以吴淑珍不靠谱在哪儿？您都是总统夫人，您还玩金子玩银子，你怎么不知道玩艺术品呢？真这么缺心眼儿？你太土了你！我也是医生的儿子，所以一个从我还知道傅文峰雅呢，你根本都不知道。搞政治的人啊，不懂品味啊，是很可怕的事。我说有一回就是看一个回忆录。是威玛共和，德国威玛共和的时候，他们那些人对威玛共和，他们就冲击这个普鲁士皇室搞革命的时候啊，有一个带头的人，他写回忆录，他的回忆录有一段话，我觉得令我印象很深刻。他写什么？他说，他们一群暴民，柏林市民冲进了普鲁士王的皇宫，冲进去之后，他们很惊讶，很惊讶什么？看着这个皇宫啊，就金碧辉煌，但是那么俗气，然后墙上挂的呢？不是什么大师的名作，都是他们自己那些皇室皇后的画像，那种结婚照那种感觉。那后来他就想出一个东西，他说这种人当皇帝太可怕，这种没品位的人啊，他当皇帝可怕在什么地方，就在他眼中世界上没有好坏的分别，他是什么都可以毁灭。说中国人老传一什么话，说我们为什么古迹没有，只剩一大雁塔和赵州安济桥，是因为我们是砖头的，人家是石头的，所以我们能烧，他不能烧。我们是木建筑，保存不下去。其实你到欧洲一看，罗马那全是砖头的，因为人家从哥德的罗马破国以后没再烧过城市。对，中世纪几千年教皇统治没再烧过教堂。对，罗马最多抢点东西。嗯，对，没再烧过。西罗马教堂巴黎也没烧，我们是三百年一烧。咱这历史完全是烧，杀人放火。你说圆明园。英法联军烧那下哪儿光啊，那都是后来全抬回家修园子了。一直到到北京的城墙我小时候都有，就是到地震盖地震盆彻底把城砖搬空。嗯，家里盖小房给搬了，那个圆明园里头那些石头怎么可能给烧了嘛，就有钱人家修这个园子就从里头拿柴火石走，那木料全给拉走了。搬了一百多年给搬走了，中国人把砖给搬走了。但当然前些年不是搬长城砖盖自己茅坑呢吗？所以这个就是天津有一种说法叫做八月，好像是我这生日不太靠谱。就是那个，你这生日前一天是邓小平的生日，那就别这么联系。再前一天我的生日，那我是狮子，我是狮子处女。八月二十三是罗马尼亚祖国解放日。哦，齐奥萨斯公从这领着橡树十万火急，有来历的。还有天津有个叫大炮，八路联军进那个天津是八月二十三，这帮孙子都跟着抢。他们一开始教民是山东农闲的农民，嗯，收完夏天校收完了以后就进了天津，嗯，跟着抢这所谓二毛子信教的人，嗯，把大栅栏都给烧了。接着联军一进城，他们跟着联军后头抢。文史资料里有个大概是王小二的回忆录，就写这帮孙子发了很多财，跟着人家联军把那个支持义和团那个王爷家抄了，他们家就进去抢，跟着联军后面抢。咱广告去一下广告，锵锵三人行广告之后见。就是那边。行了，这史学界你祸害了一下，咱扯个别的话题成吗？啊，我就是昨天呢，我还看到他以前写的一篇文章，嗯，里边说到有过一段很拧巴的这个经历，就是搞电视剧。他自己也承认，就是说那个时候多少有点想挣钱，是或者说要想借电视出点名，是。但是呢，这就是啊，一有了这个观众的这么一个概念，嗯嗯，弄起来好像就觉得心理上觉得很不舒服。不是，电视剧实在太辛苦，是一体力活。嗯，你想一集写一万五千字，我写十集是十五万字。我和王爱玲和乔宇我们仨人写这个《爱民商量》是四十集，四十集是六十万字。你说几个方面说，让我们俩仨月写完一集一千。二那时候就是最高价2500，张和平给那时候张和平他们第一次搞电视剧，最后给我写残了，给写恶心了，写残了能到什么状态？看字恶心，不想写，你要一天写一万字，我后来为什么这么长时间不写东西？就那次给我写恶心了，这跟我主持节目一个感觉，啊，这是我有什么话我见过写完都过节都放鞭，也是过节放鞭炮，我不能过节，我再给你们扯这个，我当时就说我不能干这事儿，我。这什么呀？这后来就把这事交给乔宇了。从此我就不写这电视剧了。电视剧，而且特别惨，它是满足老百姓的。
你得按照主旋律来搞，主要的老百姓有传统价值观，你说好人必须有好报。安学上为什么不太成功，给孙中山的腕儿有点伤了，就是孙中山这个人瞎了以后他有生气。可是老百姓喜欢的是刘慧芳，有多大苦扛着，其实你们家谁扛过呀？我眼睛都瞎我都不能生气啊，但是他就觉得你这孩子不善良，老百姓那个虚伪的道德特别讨厌，我不伺候你。但是啊，你比如说好像咱们通常有个印象，感觉是搞电视剧或者搞节目的，这都是脑子里装着观众，但是感觉是艺术家呢就是为了自个儿。可是后来我接触一些比如说画家呀，我就发现也挺有机心的，也都是好多人都是实际就看着市场现在流行什么范儿，我给你整个什么范儿。你说你在写小说的时候哈，真的就不考虑不考虑，因为我没法考虑，我知道你们是谁呀、啊、你们不是张三李四王二麻子吗？你们有统一概念吗？电视剧有，因为电视剧比如说家庭妇女他们是有个统一爱好，他其实也被长期训练的，对，没错，他根本不是自己有爱好，就跟你采访老百姓我都是一个口，对，这就是催眠下的，他是长期的毛主席的这个叫严维泽会这种现实主义的典型人物典型环境，对，大部分老百姓是这样，他看你这个心里就安定。你写一个，比如说你写一个我这样人当主要人物，就当年葛优他们出来的时候，多群众里有坏人，他给上面写信说，哎，怎么不是主要人物，是一个我们叫次要人物和第三类人物当主角，那时候就不干的。你主要人、哦、当然啊，因为咱们会叫典型人物三突出嘛。但是到你们写剧，但不是还这样，还这样，因为他电视剧的审查有一帮老同志、老艺术家。你看电视剧就是于洋啊、于兰这些老艺术家，他是那时候过的人，人都是环境的产物嘛。他那时候看的都是样板戏，你比样板戏稍微次点，他认为也是过嘛。样板戏说实在的，价值观正确，表现手法极端，现在可以称为表现主义吧，在德国还能看。对对对对，我就觉得我知道写电视剧是怎么回事，写电视剧基本上是一活，对，是一种工业，而且它完全是工业，它要有。他不是说你一个很好的作家才华横溢就能够写个好剧本，不是不一样。我们写之前先统一思想，对，把个性都收了。对，前三看老百姓想干嘛，老百姓不是渴望真善美吗？赶紧弄一苦瓜蛋子就完了。对，美国电视剧他们那种编剧的方法呢，就是，一帮人先做市场调查研究，现在有什么样的人观众？我在洛杉矶都碰上过，是吧？请你去看电影。因为他那个制片人，他导演没有最后剪接权，他拍片子回来以后，请不同种族的人、不同文化背景去那填一表，请你白看，看完以后他跟你再改。而且他那基础咱这没有，没错。洛杉矶和美国几十万编剧，我在街上碰过两次人跟我搭话，全是作家，作家太多，捡起扔块砖头砸一作家。对，所以他可以找，比如说他可以找台词的编剧，他可以找剧情编剧、抖词的编剧。对，咱们哪有人？总共出来这点小孩立刻写广告给手机，我就是，所以这个东西你就看到他那个工业发达是有原因的。你比如说像最近那个香港，我在香港的时候看到香港很多人在很自豪啊，说这个《无间道》不是给那个 Martin Scorsese 改成那个叫什么《无间道风云》是吧？这次得奖了吗？对对对对，得奖了。西斯，我当时说，哎呀，你看香港电影威风啊，给人改编之后就得奖了。我就说你们，他们就甚至还有的，我有些搞影评的朋友说什么，说证明了。这个好莱坞现在创意缺乏了，要改编港产片，我说你小心点，你看一下他得的什么奖，他得的奖四个奖里面有一个奖，那个奖很有意思，叫做最佳改编剧本奖。这个奖有意思的地方在哪呢？这表示这个奥斯卡奖它不是什么艺术奖，它是个工业奖，它表扬的是它美国最高的工业水平，它这个工业里面它很承认有一行是专门的行业叫改编。香港人啊，就是真叫没见识。美国哪有创？他所有的好多片子，《四十古人》来全是扒法国的。那个一个男儿和三个婴儿全是扒，他好容易瞧着你扒你一个，你有什么美的呀？对，所以但是反观他厉害的地方，就他能改编。他当然了，他能改编，这是一个多专门的行业。你看他怎么改编，而且他这种改编呢，还不只是电影改编电影，他小说改编电影，歌舞剧改编电影。他干嘛扒过我的呢？我那一半火炎就拍那钢琴课那男的还拍过呢，他们家扒过我玩六心跳，他钱都没给我。他那个德尼罗还要扒绿帽子呢，他说这个电影其实他不是在 Tribeca 得过一奖，对对对，说这新攀岩最合适。那个他们从来都是看他们当然太充分超级自信，觉得你们家这种东方民族拍了也白拍，我怎么办，还不如我来给你拍。对，他法国都不在乎嘛。对，这个你说要叫我觉得没法跟美国比，他是各行各业都达到了一个专业水平。
们假装到好莱坞发展，人是全哦，你李连杰是一大星是吧？我这缺大星，你张子怡谁大星我用用你，就跟我们用特长演员似的，特长演员，对，打两年您不卖了，对不起走人。我们主流电影不是你，对，您就是一左脸行吗？咱自己这个，我觉得是个不平衡。要不说咱国家发展不平衡啊，你一电视剧或者甚至一电视台都是这样，他不会说有几个人才，你看王老师这样有几个，但是呢，他不匹配。那化妆行了，道具未必行，这个行那个未必行。我就说句放肆的话，电影出门就是电视局审查的，我叫你下了我还敢写呀？哎呦，真是的，你审查我干嘛？你法律审查行吗？他说这个，你知道，我想起也挺逗的，就顾长卫拍那《立春》呐，好家伙，我因为我前头看过，后头我又看过一次。前头有，比如有一情节，有一女的拿一按摩棒出来了，然后屋外有人进来，她赶快塞兜里了。但是呢，剪了之后，这观众就看不明白了。怎么那个屋外一有人进来，汪就听见响。他们原来按摩棒没了，就连你丫这个丫都不知道说，那你就让我逼着我说一套普通话，这演员说的不是自己话，表演就僵了。你知道吗？就是语言也有关系，这个语言有很大关系，他不许你说骂人话，不许接吻，只能闪这么脸凑脸，你这叫什么呀？王老师，你对这个骂人话或者所谓的脏话，这个是怎么看的？我觉得他表达真实状态，我们大家都别当伪君子。对吗？那个，你看美国那点里 fuck fuck 的，你谁说他文明低啊？他比如他写一流氓，他就得说这话，他满口就你说那话，没法。你看绿帽子上来，你妈就演员全真实了，你不可能不真实。你骂人的时候，对吗？你写的是一抢劫犯，你让他文质彬彬，哎，你好，那是骗子，对，是吧？你这要是流风所及了，是不是咱这社会人与人之间都这么聊天？谁是受电影影响啊？我那时候电影多干净啊，我。最坏那时候，对，我就想说这个，这是一个很错误的观点，这是一个非常过时的一种传媒学的观点，就认为呢，过时的传媒学观点告诉我们，就老百姓都是傻的，看电视电影演什么他就信什么，他就学什么，你说是可能吗？我告诉你，最简单的例子，咱王大明都知道，王大明多干净，八个样板戏，一句脏话没有，社会多坏啊。70%青少年犯罪，我那时候都进公安局了，15岁进公安局，我那脏话能跟电影上学吗？但是我们讲话，现在我们人生活比戏牛，谁跟你学、啊、所以这种东西，我觉得合适的审查有两种，一种就是法律的审查，比如说你明确你犯法了，哎，这不行。另一种呢是，比如说从民间不同的阶层，有些国家是这么做，调集不同的代表，对，寻求个社会共识，大家看看这个东西，大家是不是主流社会能接受？现在我们不是，我们现在是有一帮人，他以为自己的道德品位都比别人高尚。然后他就坐在那边，这太讨厌了。我就替大家决定了你们能看什么。我告诉你啊，这锵锵三人行广告之后见。他说我这笑是职业性的，这也够惨的，摧残人性的，知道吗？我都不会笑了。哎，所以我现在要找到点自我，剩下最后这点时间，我问点我个人好奇的事儿哈。就是说你的科学研究啊，科学不是科学。我说，所以那天你跟马未都说那叫科学，马未都说科学，科学、啊、你都看了，我当然看了。什么叫释法平等啊？科学、基督教、耶稣那个有伊斯兰教，巴哈伊教，那个摩门教，我们唯物论、共产主义，甚至电子游戏、黑客帝国。都是追求宇宙本质的真理，没有高下，都是平等的。因为宇宙是从原点出来，它是离心出来的，我们追寻回一定是向心的。你比如说，我注意他在说是，比如说战场上死那么多人，你打死的人，他坠着你，是个能量守恒的关系。对对对，这是怎么？它是能量既不会凭空产生，也不会凭空消失，它只会从一个物体到一个物体，这是我们都中学都学过的。你把人打死了，我把南无岛打死，这能量去哪儿啊？就在你身上背着，是一反转。所以日本要是唯物的话，它不就是变成原子又转化成其他的东西吗？它能量在那儿呢，它能量在那儿，这股能量它是变成原子了，你看不见了，但它跟着你啊。所以日本打不仗，它要祭奠战场，祭奠亡灵的。过去我们都是这样的，你让它安心呢。就能量也包括心理的层面嘛，意识的层面。当然了，宇宙有意志，你不管叫上帝也好，叫宇宙意志也好，它是有，我们叫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自然什么？自然有个自然律。你人扭不过自然律，所以你在自然律的进程中，你想反自然，你门儿都没有。这能证实吗？当然能证实。你们谁反过自然啊？我跟你说啊，每一个原子，你看一颗原子熊之里，它从
固体到液体到气体每一千万年在地球循环一次，你人是原子塔，您在这个循环里，你才人才多少年啊，您别以为你们就一千年就叫千年就万古流芳了，你别吹牛。哎，那你现在到底在研究什么东西？我什么也没研究啊，我只是起来好像就终极，我跟你讲个学名，终极问题。我跟你讲，我当然关心我从哪来到哪去，我为什么在这儿？我再问你一事，你比如说，他现在说要死后把这个遗体捐出来，哎，但是讲老实话，我也有过这个想法，可是呢，我有点五迷三道的，就是万一某种说法是真的，你比方说某种说法说这人死了之后啊，得停24小时。因为还有知觉，如果这个时候你挪动他的身体啊，他都会感到极度的痛楚。如果我就说假如那叫胡说八道，中国人的迷信。嗯，你看过《西藏度王经》吗？就《西藏颂》的书，《西藏颂》原来有叫《西藏中阴文度德教》，他那都是人死以后，就我打个简单比较，融化在音乐里。你人没有，只有一个意识，有个视觉，对，在音乐里，死后就是这感觉，有意识，但是你没人格记忆。几分钟之内就忘记自己是谁了，我人格没有了，因为人格是后天形成的嘛。对，所谓释迦牟尼说明心见性，见的就是这个物质本性，但是这没有把话说到底。他就实际上你就出于物质观，物质也会湮灭的呀。物质要怎么湮灭？遇到自己的反物质。对，谁是你的反物质？敌人就是你的反物质，彰显你的缺点，你和你的缺点同归于尽，互相湮灭，变成一对光子，分享光明。因为你只有变成光子，每秒30万公里，你才能脱离地球重力场。这是他的战斗哲学。事实如此，我们全被拘在地，被重力场拘在这儿了，直到地球崩溃那一天，变成白矮星、红巨星一崩溃，我们那物质湮灭。你看，灵魂是什么？灵魂是携带信息的原子。这信息原子怎么能携带信息？当然了，你以为谁在？你的电脑芯片是什么呀？是硅型吗？你明白吗？你原子能携带海量信息，你以为谁在携带信息呢？就是所谓生生世世轮回转世，好多都在这原子上。嗯，这阿成，你为什么出幻觉？